首先是非常感謝梁君彥主席啦，是接受我的建議，是舉行每一個月的前廳交流會，主席以及其他參與的議員呢是很積極，我覺得氣氛是非常良好，大家呢討論的時候呢亦都很坦誠的，亦都提出了一些想法有一些亦是亦都是一些實際的問題，這個都是我非常之開心的地方，因為我覺得第一次的前廳交流會如果有這個成績呢更加令到我有信心，可以將全廳交流會發揮得呢是更完善，同埋對大家呢都是更有作用。個目的都是希望在立法會我們的政策推出以及一些法律的修訂都是令到市民整體受惠。